这一首是我本人本身蛮喜欢的歌曲啦，也算很有意义的一首歌。对，我觉得很好听哦。那真的是这个放开你心中的，我很想要讲断开魂结，社会，就讲心中有一个恶魔啊哈。就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 Imagine Dragons 的这个 Dragon 的歌曲，对，很好听。而且他的 MV 结尾是一个，就是他们一个癌症的那个歌迷。然后被抬起来靠上舞台，对，所以非常的正面能量，这首歌保起来了哈，对，很好听。Demons， 很大的恶魔，很大的恶魔。谢谢。